我让你学迷踪拳，你偏偏跑去学什么其他门派功夫。自家的功夫都练不好，还想学其他功夫？我们迷踪拳太柔了，我要学比较刚猛的武法。我们只有真正基础，门户之分，才可以以武救国。 爹，我们学武的，不只要强身健体，也想以武救国嘛。你的能力越强，救国家的机会就越大，这样你才会为我这个儿子感到骄傲。